院11月份知识飨宴演讲会开始，我们请陈建仁副院长为我们主持。我们今天的演讲者沈志扬副所长，还有院内的同仁，还有我们中央研究院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中央研究院今年度11月份的知识飨宴。刚才我们大家都享受了一个很丰盛的这个晚餐哈，但是呢，除了这一个肉体上的这个飨宴以外哈，更重要的呢，我们要有知识的飨宴。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让我们在生理、心理还有知识上都能够有所提升，都能够增加我们自己的营养。那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演讲者。今天我们很高兴呢，请到我们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副所长沈志扬副所长，来跟我们大家讲大家很关心的健康上的问题就是量身打造你的健康，21世纪的个人医学。我们常常说，哎呀，为什么有人会着凉会生这个病，有人会生那个病呢？因为每一个人生病的状况都会不一样。然后呢 SARS 来了以后呢，有人会发病，有人不会发病，那到底什么原因呢那我们中国的医药呢，就叫做中药，中医呢就叫做个人体质不同而个人体质不同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遗传基因可能不一样那遗传基因到底有跟人类的疾病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们是沈副所长他在中央研究院这所做的这个研究都是这方面很有独到的见解。他在1983年跟1987年从国立台湾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系跟研究所毕业以后，就到美国的北卡去念博士，所以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一直在我们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呢担任研究员。那他的研究相当的杰出，那所以呢他一路以来都在做分子跟遗传的流行病学，那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举一个例子，像等一下要讲的这个乳癌的研究，他除了用国内的乳癌的研究做得很好以外，也参加国际的合作计划，是第一个全球的团队去对乳癌的病人的基因做全基因的扫描去找到这个易感受的基因，他今天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大家常常吃药说，哎呀，为这个 AM 呢，甲烯归欢碱就是说我们常常吃药嘛，有些时候会有副作用，有些人不会。那这副作用的药物的副作用，的影响的基因是什么？这是他们的团队呢所做的研究。这个研究很重要，这个登在世界最好的临床医学的研究《心肝医学杂志》以外呢，很重要的这一个研究的结果呢，也使美国的药物食品检验局说，未来要吃某一种药的时候，就要检验哪一个基因。有这个基因型的就不可以吃这个药，因为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对人类的照顾呢是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沈副所长呢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演讲。那给大家讲一个小秘密沈副所长呢，他除了研究做得很好以外，他国际知名以外呢，他也是国内这个很多学术奖的得奖者他是国科会的杰出奖的得奖者，然后他在12月中的时候要拿这个王明麟的杰出研究的贡献奖，那个是仅次于总统奖的民间华州最高的这个奖项所以我们欢迎他来给我们演讲，也恭喜他得奖，好不好？那个谢谢陈副院长的介绍，那很高兴今天我们院内院外的好朋友，今天晚上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刚才陈副院长讲的在各方面都有收获的一个晚上。那我就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开始，因为现在建国100年各个地方都有活动，那其中故宫博物院有所谓的精彩100，有那个国宝总动员。那在前几天我跟我的岳父岳母去看故宫的国宝，那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画，就是南宋的一个叫贾思古一个画家，他画了一个叫做盐官古寺。那这幅盐官古寺是中国，那很多人比我更了解，是我们中国那个山水画一个很重要的精品。他画那个松在那个很崎岖的山上那这个一个庙非常的有名。
那在甲斯谷，大家看那个左下角，甲斯谷还把他自己的名字留在上面。那当然，我没什么文艺气息啊。我对这个幅画、啊，真的让我感到最有兴趣的是右下角这两个东西，因为这东西看起来，你把它放大，看起来很像那个变形金刚里面的人物。我就想，哎，这个是什么？后来有人跟我讲说啊，这个东西哦，那是沈志阳你文艺气息太差，你这个东西哦，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你看那个《清明上河图》，就是在那个我们最原版的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有过桥的部分，有河的部分，以及那个大街的部分。在这条大街上面，哎，有一个人，你把它放大，哎，那个就是什么？古代的僧人。原来刚才那个甲斯谷画的这个东西哦，就是僧人，他只是用比较那个抽象的方法把它画出来，就是一个人上面还有这个东西，所以看起来像变形金刚。那因此，假设你把它画得更清楚，就是《清明上河图》里面这个古代的，用我现在的话来讲，就和尚。那这个和尚，那当然再把它更那个清楚来看，当时候唐朝、宋朝和尚，当然最有名的和尚就是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嘛。在敦煌壁画里面，唐三藏他也是带一个像当时候的那个一样，他拜别那个唐朝皇帝说啊，我要去西天取经了，所以就是这种样子。那这跟我们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用这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家有佛教的朋友都晓得说，佛教是在讲众生要平等，所以不能够杀生，所以佛教不能够吃那个动物。可是事实上，佛教来吃素这个习惯呢，事实上是从唐朝开始。因为从过去哦，虽然佛门可以说啊，不要尽量不要杀生，可是真的要到梁武帝的那个时候才说啊，那个我们佛教不能够杀生，一直要到唐朝佛教吃素哦，才开始变成一种现在大家认定说哦，那个尼姑和尚不能够，只能够吃菜，不能够吃素。那这个东西对我们医学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吃素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件健康的事。为什么是健康的事呢？那就拉到刚才那个陈副院长讲，我实验室研究的专门是研究女生乳癌。在唐朝汉朝有没有乳癌呢？有啊。在宋朝有一本最古老的中国的外科学的宝典，就是叫做《胃剂宝书》。在这本书当中哦，事实上是在中国历史上面第一个癌这个字哦，是在西元1170年，它真的开始有这个癌这个字。那在这本书当中也开始指出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我们流行病学现在常常讲的金科玉律，就是说乳癌，女生乳癌的发生是40岁，你看这是所谓的常见癌症的发生率。女性乳癌哦，到40岁之后，哎，就开始逐渐的发生。在这本中国最古老的外科学书当中，就提到说，女生的乳癌在40岁之后就会开始逐渐爬升，而且病程大概是3年。那我把刚才讲说那个佛教说要吃素，跟这个女生乳癌凑在一起，就是我们医学当中一个常常很早以前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尼姑。尼姑她因为在佛门，她不吃肉，因此她只吃素。可是这种吃素的就是说女生尼姑不结婚嘛，不生小孩，一般等一下会看到不生小孩的女生通常很容易得乳癌。可是尼姑哦，她不生小孩，可是她得乳癌的几率是远远低于一般人。因此大家去想，尼姑跟一般女生最大的差别是她不吃肉，因此吃素可以预防女生不得乳癌这件事情哦，很早以前大家就有这个想法。那我们把我们的观察从当时候的唐朝、宋朝拿到我们今天的台湾，这是我们台湾地区女生常见癌症的发生率。你可以发现子宫颈癌因为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的改善，子宫颈癌越来越低，可是乳癌越来越高。乳癌现在是台湾地区女生发生率排名的第一号癌症，而且是逐年上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站在一个医学的研究学者就会想说，为什么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个答案从当时候
尼姑和尚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乳癌，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的那个乳房的构造，我们的乳房的构造就像我们的肺脏一样，就像大树木一样，大树木有大枝干，有中枝干，有小枝干，到最后就是一个乳管的构造。乳管的构造当中，乳癌是什么？乳癌就是指这些乳管构造当中的某一个细胞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到最后把整个乳管都塞满，然后到最后再跑出去。你用那个组织学的切片，就是说，假设一个乳癌病人，你切一块癌症组织，你就看到说，正常的乳管就是大家下面看到这个很像那个一个管子一个管子的情形。那我们讲说，开始癌细胞就开始乱长，一直哒哒哒长到把整个乳癌的塞满，我们就称为叫原位癌。看起来就像大家右手边看到这里一样，就是整个的塞满。你看，本来乳管应该空空的，因为要产生母乳嘛。可是原位癌就是把整个乳管都塞满，一扇穿透出去，就变成癌细胞到处跑来跑去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乳癌。借由我们这个认识的乳癌，我们来了解说为什么现在乳癌越来越高。因为乳癌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女性荷尔蒙，它的化学构造就这样子。因为很简单，男生跟女生差别是男生几乎不得乳癌，女生很容易得乳癌。男生女生差别在哪里？男生没有月经，女生有月经啊。女生月经的时候，在我们的卵巢就会产生这个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要感谢女性荷尔蒙，因为女性荷尔蒙跑到我们的乳房细胞，女性荷尔蒙跑到我们的子宫的细胞，会让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目的在哪里？目的在替可能来到的胎儿先盖一个家。你要胎儿要着床在子宫，那你当然要先盖一个家给他。因此荷尔蒙本身的角色就是促使乳房细胞，促使子宫内膜细胞不断的增生，来让一个女生有机会迎接将要来到的宝宝。可是这个情形就给癌细胞认识了。我们说癌细胞是什么？癌细胞就是指细胞乱长啊。刚才讲到这个情形，因此本来的一件好事，假设给癌细胞利用了，本来一个细胞正常的情形，假设给癌细胞把它偷走之后，癌细胞说啊，我就利用这个荷尔蒙会促使细胞增生的这个特性，那就很容易导致乳癌的发生啊。因为女生有这个，所以女生会得乳癌，男生没有这个，所以男生不会得乳癌。那你说这跟现在乳癌发生越来越高有什么关系？那个就是尼姑告诉我们的线索啊。因为荷尔蒙哪里来？荷尔蒙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胆固醇。胆固醇哪里来？胆固醇就是西方食物当中含量比较多的脂肪啊。所以谜底逐渐揭晓。那现在为什么现在乳癌越来越高？或者是你说刚才尼姑为什么比较不容易得乳癌？因为尼姑吃素嘛，吃素的结果导致他们脂肪的摄取比较低，脂肪的摄取比较低，胆固醇就低，胆固醇低，荷尔蒙就少，荷尔蒙就少，细胞就比较不容易乱长，所以尼姑当然不得乳癌啊。那同样的道理，那现在为什么乳癌越来越高？我们开玩笑讲，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吃麦当劳长大的，传统东方食物脂肪比较少，西方食物脂肪比较多。那现在大家都是吃那个吃西方食物，受西方食物影响的情况之下，脂肪当然就比较高，胆固醇高，那当然细胞增生就比较快，因此得乳癌的几率也就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不看这个就晓得说，我们常常看报纸，现在国中的女生，什么国民小学还没毕业，那个就开始有青春期。那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吃西方食物的影响，相对而言，乳房的发育、卵巢的发育、子宫内膜的发育，就比我们的祖母、比我们的妈妈那个时候高很多。那再加上刚才提到荷尔蒙就会促使细胞增生，那当然现在导致现在乳癌越来越高。除了这个吃西方食物的影响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教那个医学生时候的教的一个金科玉律。那个金科玉律是什么？就是说一颗细胞，我们大家身体里面的是一细胞，终其一生就细胞而言，它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 apoptosis， 叫做细胞的自杀。什么叫细胞的自杀？就是说正常细胞当发现环境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发挥高度的情操，说啊，我干脆自己死了算了。像什么？
就像是我们的胸腺细胞。我们小时候有胸腺，长大没有胸腺，为什么？胸腺细胞是产生免疫细胞的来源。正常的时候，我们免疫细胞是骨髓来的，可是我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骨髓发育不完全啊，因此小时候的我们要靠胸腺细胞来产生免疫细胞。可是我们长大之后，骨髓发育完全之后，胸腺细胞发现说啊，不需要它了，自己发挥高度的情操，说我死了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细胞的一个现象。第一个，细胞除了第一件事情，还会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叫做细胞的分裂。就像啊，我们要青春期要长大，骨头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我们才会长高啊。因此，第二件事情就是叫做细胞增生。癌细胞就是什么？癌细胞就是指一个细胞复制增生太分裂。我们刚才讲，荷尔蒙本身就会促使细胞过度增生，因此我们刚刚讲，荷尔蒙就是导致，譬如说饮食当中脂肪太多，就会导致荷尔蒙暴露比较多，因此得乳癌的几率就比较多。得乳癌还有跟第三件事情有关，细胞除了死亡、自杀、增生之外，第三件事情就是叫做 differentiation， 就是叫做分化。什么叫分化？一个细胞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叫做分化。因此我们开玩笑讲，细胞的分裂跟细胞的分化，细胞只会选一件事情在做，等于是说，就细胞而言，没有什么在职进修啊，就是说，在学校读书就是在学校读书，在社会工作扮演特定的角色就扮演特定的角色，它不会两件事情一起做，细胞不会什么在职进修。那因此，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做细胞分化？细胞分化的意思就是指一个细胞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因此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产生了，既然三件事情或两件事情只会选一件事情来做，因此分化的细胞就不会分裂，分裂的细胞就不会分化。也就是说，假设一个乳房细胞做它应该做的事情的话，就比较不会得乳癌。你就想，乳房细胞应该做什么事情？乳房细胞应该产生母乳啊。因此大家想，谜底逐渐揭晓哦，什么样的机会会让一个女生乳房细胞产生母乳？怀孕生小孩啊。所以怀孕生小孩也是保护一个女生不得乳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凑起来，谜底逐渐揭晓。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乳癌越来越高？一方面西方食物的影响，脂肪多、胆固醇多、荷尔蒙高，细胞增生分裂比较多，那当然越来越高。二方面，怀孕行为的改变，现在大家什么不结婚、晚结婚、不生小孩、晚生小孩，生小孩数目又少，生完小孩又没有时间去哺乳，这个天生的保护因子越来越不用的话，那当然它的分裂的机会就比较多，癌症发生几率当然就比较高啊。因此这两大原因就充分的解释乳癌发生越来越高。因此我的实验是在很早之前，三四年前，就跟三军总医院于志成副院长，我们来合作说，既然你刚才讲的危险因子，什么出经早啊、不怀孕啊、或者是第一胎生太晚啊、或者是没有哺乳的经验哦，这些因素真的那么重要？那我们来找说，到底台湾地区女生这三个里面，每多一个危险因素，到底会多增加乳癌几倍的危险性？因此，就在三军总医院找了759位病人。啊，当然不仅要看病人啊，也要看不得病的，一共找了1200位健康的女生来比什么？比这个很简单，比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到底是这些病人跟健康的人，到底是零个不好、一个不好、两个不好，还是三个不好？做一下统计啊，的确发现台湾地区乳癌的确跟这个三个传统的因素、荷尔蒙的因素、怀孕的因素高度相关，因为病人跟健康人比较，每多一个不好，会多一点4-3倍的几率会得乳癌啊。有了这个结论，我们当时洋洋得意啊。结果于大夫哦跟他的病人讲，结果马上充满了挫折感，马上被他的病人呛瞎。为什么？我们比较病人跟对照组一比较起来，的确病人比对照组更容易有危险因子，可是为什么会被呛瞎呢？你仔细看病人，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些危险因素很重要，可是你真的看病人，
也有高达将近40%、39%的病人是怎么样，一个危险因素都没有啊。代表说这些因素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可是这些因素没有办法解释乳癌发生的全部。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国外也常常发现，譬如说我给大家看最近的一篇研究，那是在欧洲做的一篇研究，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做饮食的介入。因为我们刚刚讲尼姑不得乳癌，因此在这篇欧洲研究当中就一共找了4690位女生，那规定说哦，你是对照组2349位，然后2340位说哦，那个吃肉不好哦，你赶快开始吃素。因此有2300位是属于吃素组，2300位是属于对照组。那观察2年，追观察到16年来看他们发生率。那我们来看，就对照组而言，发生是这样子啊。当然，追踪越久越容易得乳癌，这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最关心的是，那这个介入组等于是清淡食物组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吃清淡食物嘛，应该没有脂肪啊，应该很不容易得乳癌。可是大家发现，你来看，这是前几个月才发现发表的结果，竟然，你看，它的线是什么？蓝的都在黄的上面，统计起来而言，当了16年的尼姑哦，没有任何的好处，相对而言，还比对照组多了1.19倍的几率会得乳癌。事实上，这个结论一点都不稀奇，这个结论在2006年哦。美国最有名的医学期刊叫做 JAMA， 已经有一个更大规模的研究，就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它一共追踪了20万个那个所谓的女护士，因为护士对于医学研究就很支持，因此就是在这个8年的追踪当中，20万个护士追踪了8年当中哦，你看常见癌症的发生率，以及我们讲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第一个就是乳癌。黑色的呢，就是指清淡食物组；灰色的呢，就是一般我们开玩笑讲大鱼大肉组。主要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虽然清淡食物组比大鱼大肉组稍微低一点，可是做统计分析，大家这里画的就是上标跟下标。从上标、下标的结果来考虑的话，事实上两者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了8年的尼姑，事实上对于乳癌的预防一点贡献都没有。按照这个国外的研究，那我们看华人的研究，就是我的好朋友那个郑教授在那个所谓的有名的上海的 Breast Cancer Study 乳癌的研究，他就是在上海地区追踪了将近几千个女生，然后呢依据他们饮食的形态，譬如说大家看到1、2、3、4就是吃素的那组，它反而分为一点点素，有一点多素，那到最后第4就是完全吃素。1、2、3、4应该是越清淡，可是你看乳癌的发生率，把第一组当作一的话，1.0、1.0、1.0、1.0是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帮助。因此这个结果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沮丧的事实，就是说荷尔蒙的发生当然跟乳癌有很重要的关系，可是到底能够解释多少乳癌的发生，看起来非常有限。那一个女生就很惶恐啊，说哦，你找这些危险因子看起来都没用，从公共卫生的话来讲，做初级预防好像不容易有很好的效果。那公共卫生学家像陈副院长，他就说啊，我们开始做次级预防。什么叫次级预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嘛。因此乳癌当中，现在卫生署45岁的女生每2年还是3年，政府健保补给那个给付做一次所谓的乳房摄影。因为你说其实清淡食物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那我们没办法，只好退到第二线，用早期发现，借由乳房摄影来早期发现乳癌的发生。那当然要做乳房摄影本身就要心里就要那个很勇敢啊，就想说哇，我要去外科啊，跟人家排队啊，这很麻烦。而且那个做过乳房摄影的那个好朋友一定晓得，这压起来啊非常非常的痛，女生都是受不了。可是没办法，初级预防没有效，那我们就开始早期发现嘛。那得力于现在台湾的医学水准很发达，做乳房摄影的那个很多医生水准都很高。乳房摄影最主要的是抓一点，就是所谓的钙化点，就是说这里还是很明显的情形，就是说有些女生哦，
在乳房当中就会看到一点一点像米粒一样的钙化点，譬如说这一点钙化点就很明显，或者是呢看到说，就是大家右手边看到所谓的组织学切片，刚才这上面就是正常的乳管嘛，就我们刚才看过，它假设是乳管开始有点正常的增生，就是这样子，细胞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形就是叫做异常的增生，就是叫做 ADH。你看到这里跟这里的差别就是细胞更多了，因此借由乳房摄影，希望能够找到钙化点以及找到这种 ADH 的情形，因为希望能够更早期的抓到细胞异常增生的情形，因为发现钙化点或者是异常增生的话，有可能代表乳腺细胞开始已经乱长了，因此外科医生都说这个不太好，你应该把那个细胞拿出来把它切掉。哇，那真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心里挣扎，哇，要去那个刮外科，她动手术，她戳进去，然后很痛，还要那个伤口还要那个两三个月不能碰水，而且那个一戳一块肉，戳进去拿出来，有时候乳房还会变形。虽然它是很简单的一个门诊手术，因此可是没办法啊。那个人家讲说那个钙化点或者是那个 ADH 哦，是会变成恶性乳房细胞的一个前兆。因此，因为现在台湾筛检工具都很发达，所以呢，就很多钙化点跟 ADH 被找到。那很多那个就会妇女就会很担心说，我到底是不是恶性的乳腺细胞？可是真的，你问一个肿瘤科医师，你问一个外科医师，这里变到这里的几率有多少？事实上只有15%啊。也就是说，85%的女生那一针都是白挨了，都是白痛了，因为绝大部分的钙化点、绝大部分的 ADH 都是属于良性的，都没有关系的。因此，好不容易退到第二线，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早期发现乳癌的指标，譬如说乳房摄影，可是看起来结果也是85%的刺激预防都白做了。因此从刚才你说那个饮食介入要吃清淡食物，或者是退到第二线再做乳房摄影，告诉我们刚才陈副院长提到那种精神，告诉我们说危险因素很重要，这些危险因素包括清淡那个饮食吃的太多油，包括了什么钙化点，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可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释疾病发生的全部，甚至有一大部分的乳癌的发生没有办法借由这些传统的因素来解释，那怎么办？那因此就继续走下去，不仅是男生乳癌，女生乳癌是这样，我们来看男生的乳癌，男生乳癌当中第一名的就是肝癌，那肝癌你看发生率逐渐下降，为什么肝癌现在发生率逐渐下降了？那感谢那个有名的毕斯里教授啊，在1981年的时候，他就追踪一群那个台湾的男生20000多个，结果发现 B 肝的代源的肝癌发生率，在这个15年的追踪当中，是不是 B 肝的200多倍？因此就建立起 B 肝代源跟肝癌发生的关系。毕斯里教授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发现这个 B 肝哦是可以垂直传染，可以妈妈传给小孩，所以呢我们打完疫苗之后可以预见肝癌的发生率会逐渐下降。可是为什么还会那么高呢？那时候就值得提到我们陈副院长最近的一篇研究，除了 B 肝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肝癌危险因素是什么？C 型肝炎啊， B 型肝炎病毒 ABCD 一直走下去， B 型肝炎之外下面一个 C 型肝炎病毒也是肝癌一个很重要的发生啊。那个陈副院长的一个很棒的学生就是李美贤博士，在去年全世界最有名的癌症期刊发表了一篇研究，就是长期追踪多少，追踪10年，来看说什么 C 型肝炎很高的、 C 型肝炎很低的、 C 型肝炎测不到的还是根本没有 C 型肝炎，把它分作4组。你的确发现在10年之前 C 型肝炎很高的这一组的确比下面3组肝癌10年之后肝癌的发生率高很多，这毋庸置疑，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 C 型肝炎的感染是台湾地区肝癌很重要的因素。可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同样 的故事又产生了。你说很高是相对于 14.7 相对 6.4 相对 1.1 相对 0.4 很高，可是
另外一方面，假设我是西干的代言者，我看到这里就很怕、啊、说哦，这个我假设我是很高的话，那我就很吓、啊、说哦，这个十年之后会不会得肝癌？可是大家看14几人会得肝癌，代表说什么？85%的高西干代言者十年之后还是不会得肝癌，那你怕什么？绝大部分西干人不会得肝癌，你还怕什么？因此刚才那故事又来了，西干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可是他有没有办法解释绝世的疾病的全部？不能啊。而且绝大部分西干的人不会得肝癌啊，刚才那故事又产生了。那你说那饮食啊这些东西不重要，那我们来那个把这些东西，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嚼槟榔嘛。那你说抽烟好不好？啊、抽烟当然不好啊，吸烟是不吸烟得肺癌的4倍。那100%个肺癌的病人当中，有80个有抽烟，所以抽烟不好。所以那个孙悦叔叔他叫我们说啊，都不要抽烟啊。可是你请人家戒烟，人家心里面想的，大家猜一猜，100个抽烟的人到最后得肝癌来，得肺癌来有几个？事实上只有多少？15个。也就是说，你叫人家戒烟，人家干嘛不要戒烟？因为85%的人抽烟不会得肺癌。那跟刚才的故事都一样啊，因此这些东西充分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疾病的发生虽然危险因素很重要，可是这些危险因素似乎只能够解释疾病的一点点的部分。不仅是疾病发生是这样子，不仅是癌症是这样子，那个其他慢性疾病也是一样啊。这里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啊，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内科医生一定跟他的病人讲说啊，你吃药都没效，最好的药是什么？先要减重。因为这里看大家看到了横轴呢，就是我们讲的肥胖指数，把你的体重除以身高平方，纵轴呢就是糖尿病的那个发生的百分比，蓝色的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白色的呢就是一般的所谓不是糖尿病的人。那你一比就晓得说，蓝色的是在白色的右边，就是蓝色的糖尿病的病人，他的体位指数、肥胖指数的分布比一般人来的胖，所以这就在内科医生常讲的说，最好的药是先要减重。可是现代医学绝对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现代医学看到的是什么？下面这个、啊，你看蓝色的人当中，有些人也是在 BMI 22.5 以下，那很轻哎、欸，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糖尿病的人体重的过重？同样的道理。你请人家减重，人家干嘛要减重？有一大堆人，你看白色的，有一大堆人 BMI 在30、35以上，可是并不是所有体重的过重的人都会得糖尿病。刚才故事又来了，疾病的发生，肺癌的发生，乳癌的发生，肝癌的发生，糖尿病的发生，传统因素很重要，可是这些因素不能够解释疾病发生的全部。那我们退一步想，疾病治疗，譬如说对一个女生而言，她开始说啊，我会不会得？为什么会得啊？这些东西刚才跟各位提到，那得了之后怎么办？要用什么方法治疗？要用什么方法才有效？同样也面临刚才同样的问题。就譬如说，就乳癌而言，因为这个我最熟，乳癌当中哦，就刚刚讲，荷尔蒙本身就会促使细胞增生啊，促使细胞增生就会得癌症啊。那荷尔蒙怎么促使细胞增生？就是荷尔蒙，就是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会跟我们乳房细胞表面有一个荷尔蒙接受体，两个接在一起。荷尔蒙接受体就像一个钥匙孔，那荷尔蒙就像一个钥匙，一开的话，细胞就开始乱长。因此有一颗药，那颗药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药，就是叫做塔玛斯芬，它能够治疗一个乳癌的病人。它怎么治？它治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它这个药会跟荷尔蒙一起去抢荷尔蒙接受体。假设这个接受体给药抢走的话啊，这个荷尔蒙就不会跟这个接受体接在一起，所以细胞就不会增生，所以这是一种方法。可是用塔玛斯芬的坏处是什么？它是一个很便宜、副作用很小的药，可是呢，用了2-3年之后就会产生抗药性，甚至有些人一开始塔玛斯芬好像没什么效果，因此那个肿瘤科医师说：“你放心。”现在还有另外一颗药，就是叫做 Letrozole， 这颗药走的是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我们把它称之为擒贼先擒王。怎么讲？就是针对停经之后的女生， Letrozole 特别有效。什么叫停经之后？就是卵巢不产生荷尔蒙。
卵巢不产生荷尔蒙，并不是说我们体内就没有荷尔蒙，因为我们刚刚讲荷尔蒙是脂肪来的，所以停经之前的荷尔蒙就会累积在我们的脂肪组织，一旦停经之后，这些过去累积的就会释放出来，借由一个酵素，那个酵素就是叫做 aromatase， 就会把过去停经之前所累积的荷尔蒙，借由 aromatase 的作用，就会把它转换变成荷尔蒙，停经之后来用。那Letrozole这颗药的药理机转，就是把这个转换的酵素给它阻断。那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形成先情王，把整个停经之后荷尔蒙的来源都阻断了之后，那当然荷尔蒙变少，细胞不会乱长，那当然癌症就可以得到控制。那你说你要用擒贼用擒王这一招，还是用那个抢位置这一招？从我们的常理来讲，应该是这一招比较有效，因为开始就把这里都阻断住了，因为这里还去抢，有时候抢赢，有时候抢输，可是这里是根本荷尔蒙的来源都阻断之后，那当然就比较不容易得乳癌。那真的的确从美国所进行的五年临床实验来看的话，这是乳癌的发生率。在过了五年之后，在刚才 Tamoxifen 这组，就是刚才的那个抢位置这组的那个乳癌复发率是那个 13.6%， 可是擒贼先擒王这组是 10.3%， 的确擒贼先擒王这组比较有效。可是你问一个病人，问一个外科医生，他就讲Letrozole有没有效？那当然有效啊，在2009年10月哦就开始健保会给付，可是Letrozole有一大堆后遗症，为什么呢？就是很多那个年长一点的女生就晓得，女生会得一种病叫做停经症候群。怎么样呢？荷尔蒙本身还是一件好东西啊，荷尔蒙有调节体温中枢，荷尔蒙有预防骨质疏松，因此有一些女生她停经之后，就是卵巢不产生荷尔蒙之后，停经之后整天虽然面部潮红，整天就感觉到那个脸胀，好像发烧一样，然后会有骨质疏松。那你现在用人为的方式把这个你都阻断掉了，那荷尔蒙来源没有，那当然停经症候群就很严重啊。因此 Letrozole 用了之后，我的那个长庚医院的好朋友就是陈训社主任，他就说什么关节酸痛啊，骨质疏松啊，潮红啊，疲劳啊，头痛的副作用会让很多病人都受不了，就是很严重的停经症候群就产生，那怎么办？那他就说啊，请你忍一忍。那很不幸的，陈俊社是男生啊，他当不晓得说女生的停经症候群多么样的痛苦啊。因此同样的道理就来了，那一个女生怎么办？要选一个比较好可是比较有副作用的药，还是选一个比较没那么好可是副作用比较小的药？这个同样的也是面临那个问题，同样的治疗策略，可是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啊，刚才讲Tamoxifen那操作那个吃有效还没不打紧，有些药，这是我拿2005年比较夸张的报道啊，就是台大医院有一个医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胆固醇都很高，可是呢，我们吃的所谓的降血脂的药，75%的药吃的都是白吃的，都吃的都没效的。刚才你说那操作还有效，还没关系，没关系，有些药吃了还根本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一点效果都没有还不打紧，更严重的是什么？还会产生药害啊，有些药还会产生很严重的那个过敏反应啊。我们卫生署有一个那个基金会，就是叫做那个药品那个救济那个药害救济委员会，统计了之后，把从1999年它成立到2011年，一共有705个申诉成功的案子，其中第一名305位就是有名的 Steven Johnson 史蒂文森强生，他是一个很严重的皮肤过敏反应啊，就是皮肤就像烧伤一样，整个皮肤就像翻起来。那我们想的皮肤有正常的那个保护功能，一旦翻起来的话，很容易感染嘛。那其皮全身长满了那个药物疹，因此到底应该吃什么药？有些药有效，有些药没效。那没效的药有时候还会引起很严重的过敏反应，那怎么办？因此这些东西现在就是现在医学所碰到的问题。从开始我们刚刚讲尼姑会不会得乳癌啊，告诉我们说饮食很重要，可是饮食又不能够解释决定的全部啊，疾病的发生，疾病的进展，疾病的治疗，充满了人跟人的差异，那些因素都很重要，可是这些因素似乎不能够解释疾病的全部，
因此我们医学家就说，哎，那我们能不能量身定做，就像一个裁缝师一样。我们当然现在我们的那个去买衣服的时候都是有 small 有 medium 有 S 有 M 有 L 有 XL， 是我们人来符合这个衣服的样子。那可是那个有钱人，他们才不跟大家一起去那个百货公司买什么 M 还是 L， 他会请裁缝师去他家为他量身定做，依据他的身材最符合，他也不要符合 M， 也不会分成 L， 他只要符合他身材的那个样。因此，个人化医学的概念就产生了。就是刚才讲说那个饮食很重要，可是不能够解释疾病的全部啊，进展有快有慢，要吃什么药，那治疗会不会有副作用？那我们能不能依据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为他量身定做他疾病发生进展治疗最好的策略？因此，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的个人化医学，就是以个人为基础疾病的预防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也就是说，就现在而言，就是叫做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好不好？当然好啊，给同样的病，给同样的药，是我们心里面晓得，在这颗药绝大部分人都有效，可是有一些人吃了没效，有一些人甚至还会得很严重的史蒂文森强生症啊。那个人化医学就那这样子不行，我们希望能够对人下药，等于是先考虑到人跟人的不一样。什么叫人跟人不一样？陈副院长刚才讲，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有些人吃抽烟会得肺癌，有些人抽一辈子烟不会得肺癌，能不能先把每一个人的体质因素考虑进来，然后再把体质因素考虑进来之后，再来决定他疾病发生进展治疗最好的策略。那什么叫做体质？就基因呢、啊、就是人跟人不一样的地方，考虑每一个人基因的状况来决定说谁应该吃这颗药，还是谁应该吃那颗药。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医学的概念，从对症下药到对人下药，对于疾病的发生进展治疗做更好的预测。因此，大家以前都学过基因，都晓得说啊，什么是基因啊？当然，我这里就是那个班门弄斧一番啦、啊。什么是基因啊？基因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任何生命中枢的主宰啊。我们身体里面，我们先看下面，我们身体里面每一个人身体里面就是一颗一颗的细胞组成，所组成大家都一样。因此，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这栋房子里面有十兆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不断的在更新。那细胞里面的主宰是什么？我们的每一颗细胞里面有一个总司令住的地方，总统住的家，那个地方就是叫做细胞核。你把细胞核拿出来，就是我们国中生物所学的那个东西，就是叫做染色体。那什么叫做染色体呢？以前我们都背过啊，我们人有23对染色体，每个细胞都一样。那23对染色体当中，一半是爸爸来的，一半是妈妈来的。染色体就像毛线球，你把毛线球里面的毛线是一旦拉开，就是现在高中学生所学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基因，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DNA。 为什么呢？在我们23对染色体，就是46球毛线球当中，一共有30000个基因，有30亿对核苷酸。这句话怎么讲？什么叫做30000个基因？那我同样也是班门弄斧啊，就是说在我们身体里面任何生理现象的达成都是蛋白质。我们在前线打仗都蛋白质，譬如说啊，我看到一只狗要咬我，我要跑快一点，我怎么跑快一点？我的肾脏要分泌肾上腺素，让我的肌肉收缩，让我就可以跑快一点。因此，肾上腺素是一种蛋白质。或者啊，刚才那个东西很好吃，我胃脏要产生胃酸啊，胃酸也是一个蛋白质。任何生理现象的达成都是靠蛋白质来做。可是前线打仗的人并不是总司令，总司令是什么？刚才讲的细胞里面的细胞核里面的毛线球里面的 DNA。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现在国中学生开始背的那句话，什么 DNA 做 RNA 做蛋白质，蛋白质表现功能。为什么呢？因为身体里面的总司令就会依据现在哦，我看到一只狗要咬我，因此做肾上腺素的那个 DNA 就打开DNA， 以自己当作模板做一段传递讯息的 RNA。 我们用简单的图来看 DNA， 以自己讯息当作模板做一段简单的 RNA 就帮 DNA 帮总司令传递，当传令兵，传给谁？传到细胞核的外面。就是说
哦，现在要做的是一个肾上腺素，所以你要产生肾上腺素的蛋白质，怎么做？这里怎么做到这里呢？同样也是我们现在国中的小朋友开始学的啊。原来送出来这一条 RNA 就以自己来当作模板来抓不同的氨基酸，因此管你那个前一天晚上是吃1300块钱的台塑牛排，还是早上吃5块钱的荷包蛋都没用，吃到我们肚子，我们会把1300块钱的台塑牛排或者是5块钱的那个荷包蛋里面的蛋白质切成一个一个的氨基酸，那一个一个氨基酸就会依据这条 RNA 的序列被叫过来，因此 DNA 不一样 ，RNA 就不一样 ，RNA 不一样，叫过来的氨基酸就不一样，氨基酸不一样，做出来的蛋白质就不一样。因此，你看到一只狗要咬你，你打开的是肾上腺素的基因，做出来的是肾上腺素。你现在看到那个好吃的食物，你打开的是胃酸的基因，做出来就是胃酸这个蛋白质。这是基本的，现在国中学生开始学的基本原理。那你说跟刚才我们讲的个人化医学差重要性在哪里？因为大家都是人，人跟人都一样，可是这种一样，事实上有个蛋书，那个蛋书是什么？在我们那个46球毛线球当中的那个 DNA 哦，有 99.9% 一样，几乎大家都一样。那你说那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我们刚才不是讲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 DNA 哦，有30亿对的碱基对，你把30亿乘以剩下的这个0.1%，那就怎么样？很大啊，30亿乘以0.1%就是什么？300万。这300万就会变成什么？这300万就决定说，大家都有头发的基因，可是有人是直头发，有人是卷头发；大家都有那个眼睛的基因，可是有些人是丹凤眼啊，有些人眼睛就看起来那个圆圆的，看起来不怎么漂亮啊。大家都有面容的基因啊，可是有些人可以当偶像明星，长得很帅啊，可是有些人啊，像我就长得很普通。所以这些东西，这虽然30亿里面，虽然我们的基因当中，大家人都一样，这99.9%一样，可是这个小小的0.1%，你把30亿一乘，这300万就会决定人跟人的不一样。这些人跟人不一样，造成说啊，有些人高，有些人矮，有些人帅，有些人普通，有些人是直头发，有些人卷头发，有些人抽烟会得肺癌，有些人不抽烟也会得肺癌，有些人吃药会过敏，有些人吃药不会过敏。因此现在医学研究的就是希望研究这个30亿乘以这0.1%，这300万个的那个核苷酸的序列到底来如何来解释，如何来决定疾病的发生、进展、治疗，更何况很多基因的变异还是后天所造成的。因此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想的个人化医学。那个人化医学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希望利用这种人跟人的不一样来解释疾病的发生、疾病的进展、疾病的治疗，借由这点来考虑到每一个人体质的差异对于发生、进展、治疗影响。事实上这个概念，很早以前就有，就是在公元2001年所谓的基因解码之后，这30亿个核苷酸了解它怎么排列顺序之后，大家都充满了幻想，就是说啊，我们能不能解释借由这个30亿当中的0.1%来看说到底这些对疾病的发生、进展、治疗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很不幸的，这10年多来，这个也是我们努力不够啊，看起来能解释的还是很有限。在今年前几个月前，我们在那个生物医学当中最有名的期刊就是叫做 Cell， 它就是说啊，我们科学家都不够努力，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叫做 Genomic Reach to the Clinic， 就是说基因体的研究到底能不能用在可能也就是临床。他想来想去，有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在最近这1-2年内只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什么？第一个例子就是皮肤癌的治疗，就在讲皮肤癌的一种药，那这种药就是假设有没有基因过敏了，也许可以决定它哪一种。我们看这个不稀奇，事实上我们台湾有更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家常常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广播，就是叫做肺癌的标靶治疗，他讲的这颗药就是叫做艾瑞莎。因为台湾很早之前，像
台大医院的杨半慈教授，他们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国际的长期追踪研究，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肺癌病人可以依据一个就是叫做 EGFR， 就是大家在收音机所听到的，就是叫做表现因子受体有没有突变，好像可以决定到底谁应不应该用艾瑞莎。怎么讲？大家看右上角，右上角就是属于叫做 EGFR 突变组的话，横轴就是追踪四个月、八个月、十二个月、十六个月，纵轴就是病人的存活率。你看灰色这组呢，灰色这组就是吃艾瑞莎那组，黑色这组就是一般的化疗。你可以发现，假设 EGFR 是突变的话，对不起，我讲反过来了。EGFR 突变的话，吃 ERESA 比那个不吃 ERESA 存活率高很多。反之，假设是 EGFR 是好的，猪羊变色。因此，现在就一个很重要的个人化医学概念就产生咯。肺癌很可怕，肺癌一般都只能够用一般的化疗啊，化疗副作用很大，而且不一定有效啊。那能不能依据特定的标靶来进行治疗？这个就是所谓标靶治疗啊。ERESA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可是他说 ERESA 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因为应该考虑到 EGFR 的状况。假设是突变的人的话，吃 ERESA 有效；是不是突变的人，吃 ERESA 没效。什么是 EGFR 呢？ EGFR 就是我们刚刚讲，每一颗细胞表面都有一个电铃，这个电铃就是接受外界讯息的一个主要的受体。那这个电铃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假设外面细胞有说啊，现在说要长的话，这电铃说就会通知细胞核里面的总司令说啊，请你赶快长。因此有很多肺癌的病人，刚才讲，假设是 EGFR 是属于突变的话，他这种病人等于是什么？他的那个电铃哦，按下去就弹不起来，就是假传圣旨说啊，赶快长，赶快长。那 ERESA 这颗药就是会阻断电铃把整个讯息传下去的过程。因此 EGFR 假设坏掉的话，吃 ERESA 有效。 EGFR 假设是那个正常的话，吃那个 ERESA 就没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个人化医学的概念。对于肺癌的治疗而言，考虑到一个人基因不同的情况，到底是 EGFR 阳性还是 EGFR 阴性，阳性给这个药，阴性不给这个药，可就能够决定每个病人的预后。就我们乳癌而言，同样也是跟这个 EGFR 有关。 EGFR 有一个亲戚 EGFR， 那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 HER1。 乳癌当中另外一个 EGFR 的亲戚就是 HER2。 HER2 是什么？跟刚才 EGFR 一样，也是细胞膜表面的电铃。那这是那个长期追踪的例子，把它依据刚才讲的荷尔蒙的受体，就是刚才讲看到的 ER 或者是 HER2 到底是阳性跟阴性，把它拆成这几组。你可以发现最差的这一组就是绿色这组，横轴就是追踪几年，纵轴就是病人那个的存活率。你可以发现绿色这组是谁？绿色这组就是 HER2 阳性的，就是电铃按下去都起不来的。因此能不能够考虑到一个人HER2 的状况来给特定的药啊，就像刚才考虑一个人 EGFR 的状况来考虑说他是不是能够给 ERESA。 那当然乳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啊，就是先检查那个 HER2 的状况。就是现在健保局就起付说啊，假设先检查那个 HER2 的状况，你说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去看说一个病人，或者是看你跟我每一个人的细胞到底 HER2 有没有过度表现。假设 HER2 正常的话，应该是爸爸给一个 HER2， 妈妈给一个 HER2， 应该只有两个红点。可是呢，你看这个癌症细胞 HER2 哇，像这颗细胞有那么多点，代表 HER2 的量变很多， HER2 的量变很多，电铃变好几个，那当然细胞就不断的生长啊。因此健保局就是说，那假设这个病人是属于 HER2 是属于两价以上的话，那就可以给特定的药。不仅是看这个 HER2 有没有过度表现，有时候去染 HER2 的蛋白质染出来就咖啡色。你看这个是就是我们说那个 HER2 的位置呢，就是在那个细胞的外面，你的外面都咖啡色。那正常细胞呢？正常细胞应该不是那么浓，可是有些病人 HER2 就是那个那么样的强。因此对乳癌而言， HER2 阳性相对 HER2 阴性， HER2 阳性的人存活率特别差，
那么能不能就像刚才艾瑞莎来针对那个 EGFR 一样 HER2 有没有特别的药呢？因为假设是 HER2 阳性的话，假设事先晓得说这个病人是属于 HER2 阳性的话，那应该对他给他特别的药啊。啊，的确健保就给付一种药，就是 Herceptin， 就赫癌平，就是说假设外科手术发现说 HER2 有过度表现的话，就可以给他赫癌平，然后呢顶多给一年啊，一年给他13次。按说啊，健保局为什么那么小气？因此个人化医学另外一个概念就产生了。我们现在都在讲标靶治疗，都在讲哇，我应该对人下药，而不应该只是对症下药啊，不应该都只是给一般的化疗药，应该看每一个人到底是 HER2 positive HER2 negative 啊。假设 HER2 positive 的话，就给他赫赛平赫癌平啊，赫赛定特别有药。可是为什么健保局那么样的小气？因为 HER2 一管6万多块钱，吃一年健保就要给付80万。所以以前健保局不敢开放 Herceptin 是第一线用药，后来经过那个立法委员，经过一些外科医生，经过一些病友团体说啊，不行不行啊，现在台湾乳癌已经是第一号癌症，你应该考虑每一个人的个人化医疗啊，你不要说什么化疗没效才给那 HER2 把那可才给 Herceptin 把它弄成第二线用药，那来不及了，应该一开始就来给付。可是我们个人化医学的另外一个概念在产生，你要考虑成本啊， Herceptin 吃一年要80万，那每一种病，大家就说啊，我要标靶治疗，那建国家怎么那么多钱？所以这就是我们个人化医学的概念的很多衍生出来的问题就逐渐产生了。因此，在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刚才讲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例子，他就说，除了癌症的标靶治疗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呢，就是发表在今年那个3月份，刚才陈副院长提到，我们圣医所跟全台湾23家医院150位神经科医师发表在全世界最有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这篇文章，被称之为在这一两年来最成功的个人化医学的两个例子当中的一个例子。他做的是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有3个主要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药，这颗药就是叫做 carbamazepine， 专门治疗什么癫痫啊、三叉神经痛啊，就是牙齿痛就三叉神经痛啊，有时候关节痛啊，也是能够给这个卡宝马斯本，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止痛药，而且还可以治疗癫痫，还可以治疗躁郁症，很多精神疾病都可以给它卡宝马斯本，因为很便宜。这是第一个，我们这篇研究看到的就是卡宝马斯本。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一颗药有机会引起刚才讲的 Steven Johnson。第三个因素，谁会引起 Steven Johnson？ 就是1502基因型啊。因此一个概念就产生，我们能不能够先检查一个人叫做 HLA-B 1502基因型？你譬如说我们这个讲堂里面有人是1501，有人是1503，有人是那个3101，就不怕。可是假设是1502的话，就有机会吃了卡巴马斯本之后就会得刚才这么严重的那个 Steven Johnson。 那我下面这里呢，就是利用我们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假设要进行个人化医学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很简单的讲说哦，这个1502，那我们就给大家做基因筛检。就整个卡巴马斯本导致 Steven Johnson 是1502的话，在一般的教科书就称之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能够把个人化医学应该考虑的事情从头走到尾啊。因此，我们的后半部就帮带着大家走一次这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什么？第一个过程，你当然要发现到底什么样的人吃了卡巴马斯本才会得那个 Steven Johnson 呢、啊？因此你等于是就我们研究来讲，你要找相关，你要看这个相关强不强，这相关一不一致，那这个相关到底是因果相关呢，还是间接相关，而且这个因子是单因子还是多因子。我们就要看第一个，我们到底如何找到相关。那在我们医学当中找相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嘛，比较谁？比较吃 CBZ 就刚才那个药会得 Steven Johnson 的人，比上吃 CBZ 不会得 Steven Johnson 的人，比两组嘛，来比说基因的变异1501 1502 1503 3101，看哪一种基因变异会跟 Steven Johnson 的人特别高。等于是说假设这个基因变异的会跟病有关系的话，你会看到吃药会过敏的人他都是属于1502这一组，吃药不会过敏的人
都不是属于1502这一组。哎，的确是我们那个陈元崇院士，我的生医所的同事，在2004年全世界最有名的 Nature 期刊发现的这件事情，就大家从上面开始看，他首先检查1502，发现吃 CBG 会过敏的人，就是刚才讲的这一组，44个人当中100%带1502，相对于吃药不会过敏的只有3%，3%，你说相不关强不强？很强啊，3%，啊，那看其他的位置，93:16，81:90，75:11，那其他位置都没有第一个位置那么强，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你要建立个人化医学的第一步，你首先要想相关，而且那种相关是越强越好。那相关之后还不那个故事没有结束，你要看说这种相关是因果相关还是间接相关。我的意思拿刚才的话来讲，就是给大家看到这个图，我不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好了，这就是那个陈副院长以前在跟我们上流行病学的时候常常举的例子。你看抽喝酒的人会得气喘，喝酒怎么会得气喘呢？事实上喝酒的人爱抽烟，事实上导致气喘的是抽烟。那你为什么看到喝酒的人会得气喘呢？那是因为喝酒的人喝酒的人就要抽烟，而不喝酒的人不抽烟，真的导致气喘的是抽烟呢，啊，所以你看到喝酒跟气喘的关系是一种间接相关呢，啊，因此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1502跟这个 Steven Johnson 的关系，到底是喝酒跟气喘的这种间接相关呢，还是抽烟跟气喘的这种直接相关？那怎么做呢？我给大家抬杠，他说喝酒的也爱嚼槟榔啊，那嚼槟榔也许真的导致气喘，大家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哦，啊，说不定嚼那个气喘的原因是嚼槟榔啊，因此喝酒的人爱抽烟，喝酒的人爱嚼槟榔，那你搞不清楚说那到底那个气喘的原因是抽烟喝酒还是嚼槟榔，那怎么样厘清？那个医学家就说那没办法，那你要多用其他的指标，譬如说你看一个手指头有没有变黄，你抽烟久了手指头会变黄，你看一个人会不会咳嗽，咳嗽久了就会咳嗽，你看一个人会不会有口腔病变，因为嚼槟榔会口腔病变。假设真的你没有办法分辨抽烟还是嚼槟榔是气喘，啊，假设真的导致气喘的是嚼槟榔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有口腔病变，有黄手指，有咳嗽，比上没有口腔病变，有黄手指，有咳嗽的人气喘来得高。所以这是医学一个很简单的原理，你要进一步分辨说谁是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你要找更多的指标来交集，来厘清说到底谁是元凶。那因此那个陈院士他们发现这种相关之后，要看看说这种那么强的相关虽然很强，可是到底是不是直接相关呢？因此他就在那个 HAB， 就是说我就看这个好了，就是在刚才讲的1502，就是在这里，在基因的其他位置，因为会被他一起拖下水的也许是他旁边的基因呢，啊，就是我用这个图给大家看，就是说哦，你看一个基因的位置跟病有关，他也许反映的是他右边的基因呢，啊，也是左边的基因，就如同啊，我常常举的例子啊，我搭高铁那个到台中啊，这一出台中发现我的朋友进来接我，我心里很高兴说啊，你晓得你怎么晓得我要来，你这之前那么热心跑到火车站来接我，啊，我朋友说你幻想啊，我根本不来接你，他来接他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的女朋友搭同样一部高铁列车来，他的意思是什么？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一个基因发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是一条一条染色体发给我们的，所以你发现某一条染色体当中某一个位置跟病有关，反映的也许是这条染色体它旁边的位置跟我一起搭高铁列车的人也许才是那个我朋友想接的人啊。因此怎么办厘清呢？就是如同刚才讲，那你多做几个嘛，因此那个陈元崇院士的实验室就在刚才这个1502的附近做什么 HAA 啊，就是其他，那我就念给大家，就是上面第一个就是说吃药为过敏的70:46看起来没什么差别，93:1390:4开始变高咯，95:6 98:4哇都很高，
95变13啊，开始相关要低一点，68变16要更低，等于是这些呢，你可以看到开始很低，然后相关越来越强，到最后越低，结果交集出的那个区域里面唯一的基因就是刚才讲 HLA-B， 所以这里就是找到哦，刚才那种相关了、哦，可能是直接相关，而不是我们想的间接相关。另外一方面，这个相关呢、哦，在我们医学当中，他说啊，那一定要有所谓的一致性。什么叫一致性呢？就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做的研究结果要一样。那就1502的研究，从陈院士他们在2004年发表 Nature 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就学他们做实验。哎，结果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先看右边，有4个地区哦，包括了台湾、香港、泰国以及华南地区，中国的南方哦，发现 CBZ 跟 Stephen Johnson 的关系很强。反之，像什么日本，我们邻居的日本哦，韩国、那个德国、法国，找不到 CBZ 跟 Stephen Johnson 的关系，为什么？这里谜底在这里，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人带1502啊，等于是他们都是1501 1503 3101其他的基因型啊。反之，那些强相关的地区哦，就像我们台湾，像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100个人就5个，200个人就10个人是带1502啊。因此1502高的地区有强的相关，1502低的地区没有强的相关，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致性，告诉我们说这个大概是疾病的元凶。所以这是所谓你真的要做个人化医学，当然要做一些研究，要有一些实证的资料来看说到底相关有多强，相关是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而且我们时间有限，没办法跟大家提到到底是单因子还是多因子。第一点，这才是第一步而已。第二步，我们刚才比来比去都是比相关，可是没有一个实际的资料来了解说到底这个病是怎么产生的。因此第二点，你还有实验室的证据啊。那陈元崇院士哦，他们就做得非常好，他们就先来了解说为什么 Stephen Johnson 的皮肤会翻起来。用套用刚才那句话来讲， Stephen Johnson 就是我们的皮肤细胞去自杀了，就像一旦自杀之后就会起水泡，水泡水挤太多就把皮肤整个翻过来。因此陈元崇院士那边就先来研究说，到底一个 Stephen Johnson 的人起水泡的那个地方，到底差别基因差别在哪里？这看起来很复杂，事实上一点一点的不稀。他就比较3种组织，就大家看到了，第一个 Stephen Johnson 的病人的起水泡的那个组织，他把水泡那个组织拿出来；第二个呢 ，Stephen Johnson 的人 ，Stephen Johnson 的人，Stephen Johnson 的没有起水泡的那个组织，就是拿他血球来当作对照嘛。同样一个人有病跟没病，以及比上第三个人，就是一般人，你我他，大家健康的人的血球来比，比一些跟细胞自杀有关系的基因。结果他就发现其中一个基因哦，就是叫做 Glyolysine 哦，你看起水泡那个组织的表现量比上健康的细胞或者是病人健康的细胞很明显的高很多。你说这个也是细胞学的相关呢、啊？那这种相关是不是因果相关？他把这种 glyolysine 说，这里毕竟是把组织抽出来做，那真的来看得病的那个地方，就真的去染 glyolysine 的表现，啊、的确是有表现就是咖啡色，没有表现就是没颜色。左上角就是那个起水泡的地方，右下角这只没有起水泡的地方。他看得病的地方，也的确发现说起水泡的地方、哦的确 glyolysine 表现很高，可是这些都只是相关而已啊。什么样相关？有起水泡有 glyolysine， 没起水泡没有 glyolysine。 可是这种 glyolysine 到底是不是 Stephen Johnson 的因果关系呢？他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把细胞哦，一个蓝色就那一颗一颗细胞给他泡什么？泡 glyolysine。 你看一泡了 glyolysine 之后就会变成红色，红色是染一个染料，那个就是叫做 anacinfine。 anacinfine 是什么样的指标？自杀的指标啊。原来就细胞学来看，细胞去泡了 glyolysine 之后，细胞就会有 apoptosis， 就会自杀。因此在细胞学的层面印证了 glyolysine 是导致细胞 apoptosis 的原因。
那你说这只是细胞而已，因此他把格瑞拉信一打到老鼠的组织，开始打两小时、四小时、五小时之后，老鼠的表皮细胞就产生很多 apoptosis 的状况，因此在动物学前面就印证了格瑞拉信跟病人所看到那个起水泡的呈现的因果相关。因此他首先在2008年就发现了一个人为什么会得 Steven Johnson 的分子肌转，那个肌转就是水泡组织细胞当中有很多 Grelysin 的表现，那这些 Grelysin 的表现会让细胞 apoptosis。 可是这个还没有答案啊，因为我们需要的答案是那为什么吃 CBG 会有 Grelysin 产生，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有那个 5%1502 的人才会表现。那下面这一点就是这一年多来的努力成果，这还没有发表哦，大家一起来保守秘密哦。他就首先他就找了吃 CBG 会过敏的人，对不起吃 CBG 的病人，把他血球细胞拿出来给他处理 CBG， 跟把他的血球拿出来处理一般的那个生理食盐水，结果发现这些病人哦，他的细胞一旦处理 CBD 之后，刚才讲 Grelysin 表现就特别特别的高，因此就初步建立起 CBD 会让细胞表现 Grelysin 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假设大家要相信说我刚才讲了 Grelysin 又会导致细胞 apoptosis， 那这样子答案解决了一半。可是另外更大的疑惑就是，那为什么只有1502的人吃药才会这样子啊，不是1502就不会这样子？他就做更好的一个研究，他就心里面写讲，身体里面的免疫反应哦，基本上是靠着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HLA， 我们讲大家身体里面都有 HLA， 有 HLA1 HLA2 1501 1502，这 HLA 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HLA 是比较你我差别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分子。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人会有那个过敏反应，或者是说啊，这个器官移植都会有排斥。为什么会有排斥？你是1502，那个我是1501，那个你好心把你的血捐给我，我1502碰到1502、1501，两个 HLA 不一样，就会引起过敏反应啊。为什么？因为 HLA 会被一些免疫细胞所辨识，免疫细胞发现说啊，这个不是我的，就会放出一些激素让这个细胞产生 apoptosis。 因此他就心里面就想一件事，那会不会这颗药会卡在 HLA 上面，让一个我的免疫细胞跟我的皮肤细胞本来是一家人啊，我的免疫细胞应该会说啊，这个是自己人啊，会不会这颗药会卡在上面之后，让我的免疫细胞说啊，这个东西看不懂的话，就会对它产生毒素，因此这个我的皮肤细胞就要产生 apoptosis。 他就来印证这件事情。可是印证这件事情之后，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大家假设是稍微读过高中的免疫学都讲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细胞的 HLA 表现的是经过细胞处理的，等于是说哦，我今天有流感病毒跑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会借由身体里面细胞的处理之后才会把流感的蛋白质表现在 HLA 上面，让免疫细胞看不懂。因此他就想，这一颗药那么小，那药都很小啊，是不是还要借由那个细胞的处理才会表现呢？因此他就做了两个很重要的研究，同样这个研究也是那个还没有发表。第一个研究呢，就是把这不同的细胞把不同给它处理 CBG， 处理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血球，第二种就是这个血球或者是细胞。第二种这个状况就是把这个细胞摇一摇，它就是来检验说到底这颗药跟这个 HLA 的关系到底是很强的接在一起呢，还是摇一摇就没有了。结果你看，你可以发现给了 CBG 或者是构造很像 CBG 的药，假设是没摇之前免疫反应那么强，摇了之后你把这个细胞摇摇摇，那就没有免疫反应，代表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对免疫学很重要，那件事情就是说
这一颗药不要走传统的流感的路。传统流感路是什么？那流感病毒被这个细胞吃下去之后切好几块，然后很强的就会粘在 HLA 上面。可是从这个实验看起来，摇一摇就不见了，代表说这颗药跟 HLA 的关系是很轻的，一个这样连接在一起，好像不需要借由细胞的处理。这是第一个。为了要印证这件事情，他又把这细胞处理另外一个药，叫做 paraformaldehyde。这颗药的主要的那个化学药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让细胞的外面建一层铜墙铁壁，目的在哪里？让外面的东西进不去，里面的东西进不来。他的意思是说，假设这颗药不需要借由细胞的处理就会有反应的话，那代表你建一个铜墙铁壁，对免疫反应的刺激一点影响都没有。大家可以看到，给药之前给药之后免疫反应没有丝毫的差别，代表什么？代表这颗药不需要跑到细胞里面借由细胞的处理再送出来，因为你建了铜墙铁壁，应该里面的东西送不出来，外面的东西进不去啊。因此它就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机转，就是说 CBG 这颗那么小的药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大概不是走传统的那个流感的那条路，是直接会卡在这个 HLA 上面。有了这个证据之后，他直接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啊。那个实验就是检验 CBG 跟 HE 那个 HLA 的连接能力啊。因此这个有名的结果就出来了。有人是1501，有人是1502，有人1503，有人4001，有人5101，分别来看 CBG 就刚才那颗药，或者是构造很强的很像的 ECBG， 分别看 CBG 跟1501的连接能力。它等于是直接去检验两个连接的，因为既然不要直接处理，你就可以看说它会不会跟它粘在一起啊？结果就发现1501粘不住，1503粘不住，4001粘不住，5101粘不住，只有什么？1502跟这颗药的粘着力强得要命，所以谜底逐渐揭晓，为什么只有1502的人会过敏？那是因为大家都吃 CBD 这颗药，可是只有1502的吃了药之后，这颗药会很强烈的粘在上面。1501会粘，可是摇一摇就不见了，1503摇一摇就不见了，可是只有1502的人会强强的粘在上面，摇都摇不下来。那你免疫细胞啊，当然看不懂啊，因为是上面多了一块这种东西，对它放出刚才讲的 granulocyte， 一旦 granulocyte 放出去之后，刚才看到的 apoptosis 就产生了。所以这些零零总总证据，包括刚才发现 granulocyte 是 apoptosis 的原因，以及进一步解释1502为什么只有1502的人才得病，因此就找到了说基础的证据。所以对一个个人化医学而言，为什么在国外称之为最成功的一个故事？因为从最初的相关，然后这相关之后进一步用实验室的证据来找到它所谓发生的机转，有了这些基础机转之后，我们真的就可以用在临床的使用啊。可是临床的使用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篇研究能够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原因。这个上新英格兰医学的杂志的原因绝对不是说我们发现 CBG 会因为1502会导致 Stimulus， 这有什么稀奇？2004年就发现了、而且那个陈院士他们实验室也发现这个机转了、这个研究最大的一个成功点就是我们真的证明了说，用药之前的基因筛检，在适当的环境之下，在适当的临床环境之下，这个用药之前的基因筛检就能够预防用药之后的过敏反应。那我们就来看这篇研究跟大家讲的是哪些点，这个东西对大家了解个人化医学真的用在临床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你要考虑到阳性预测值跟阴性预测值。什么叫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我们看到横轴呢，就是吃药会过敏的，吃药不会过敏的有两种。纵轴呢，就是检查1502是阳性的，1502是阴性的。1502的人吃药会过敏，比1502吃药不会过敏，相关很强啊。我们刚才讲相关是大概是1357倍。可是相关很强不一定代表你就可以用在个人化医学。因为个人化医学考虑的是不是所谓的敏感度跟特异度。什么敏感度特异度？就是吃药过敏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在1502，
是要不会过敏的人当中有多少人不是带1502，这敏感度都特异度很高，这个东西对病人一点意思都没有。病人关心的是什么？从上面算下来，假设我是阳性，我吃药会不会过敏？假设我是阴性，我吃药是不是就没事？这个就是所讲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基本上是决定于敏感度跟特异度以及相关的程度。就这个1502跟吃药会不会过敏而言，阳性预测值超低，只有 5.6%， 什么5.6%？就是说假设你是1502阳性，就我们讲这200个人大概有10个，你吃 CBG， 他说啊，我的牙科医师给我开 CBG， 放心啦，真的会有事的。100个人才5个，95%的人都没事。那你说这个，那当然检查这个没用啊。可是这个研究，这个 test 最重要的是阴性预测值接近100%，99.9%。什么阴性预测值？假设你是阴性的话，就是几乎你不要担心你吃药会过敏，就是 B 加 D 分之 D， 就是假设你是阴性的人的话，你大概吃药99.9%不会过敏。所以这个才是对一个病人而言最关心的一件事。我阳性我能吃不能吃，我阴性能吃不能吃。就 CBG 跟 Steven Johnson 跟那个1502跟 CBG 引所引起的 Steven Johnson 阳性预测值虽然不太好，可是阴性预测值几乎超高，等于告诉人家说，假设你是 negative 的话，你几乎就可以放心吃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就在我们圣医所就在2年当中邀请了在台湾23家医院150位神经科医师的帮忙，在2年之内，一共邀请了有机会吃 CBG 的4855位病人，先做用药之前的基因筛检，决定假设是阴性的话，说请你放心吃药。阳性的呢，就是说啊，请你要小心，你最好换药。阴性的有多少呢？92.3%，阳性的呢7.7%。这7.7%的人就说，请你换药，因为虽然你只有5.6%，可是 Steven Johnson 那么严重啊，你最好不要吃。可是重要是什么？假设是阴性的话，你放心去吃。所以阴性的放心去吃，阳性的换药，那就开始追踪2个月，来看说，是不是借由这种用药之前的基因筛检，真的能够预防用药之后的皮肤过敏反应。那一开始我们当然统计阳性跟阴性的人，到底台湾地区的神经医科医师到底谁会开 CBG 呢？结果在我们4800多位病人当中，14%是癫痫，然后有趣的是54.1%是神经痛。台湾绝大部分吃 CBG 的病人，2个就有1个人是神经痛，只有 14.2% 是癫痫。那其他还有什么神经症状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始病人的基本资料。那我们刚才讲这个4800位先做基因筛检，然后进行2个月的追踪，阴性放心吃药，阳性就请他换药。结果在这个2个月当中，我们虽然不能够避免掉这是阳性跟阴性，但是一些症状，譬如说会痒啊，会有红疹啊，会起水泡啊，口腔会溃疡，有不同的情形，在阳性的人当中，阴性的人都当中，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稍微一点不太舒服的过敏反应，痒、起水泡。可是呢，我们关心的是下面这个，可是在这个4800位病人当中，阳性病人是0，阴性病人是0，从此之后再也没有 Steven Johnson 了。这4800位病人当中，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预防掉刚才讲的那些比较轻微一点的过敏反应，可是最严重的 Steven Johnson 在我们4800位病人2个月的追踪当中完全的看不到了。所以这就是那个新感染医学杂志讲，就是说借由用药之前1502的基因筛检，真的能够避免掉，真的把那个 CBG 所引起的 Steven Johnson 就完全的避免掉。他说为什么会成功，成功有几个条件，这些条件虽然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例子，可是大家也是进一步的，我们在最后要思考一下说，你一个个人化医学要成功的话，
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当然我们台湾之光啊，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很高，你要很好的检查 CBG， 那你要该去做检查。台湾的医疗水准、公共卫生水准很高，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临床的水准要很高，才有资格说我要做个人化医学。不然的话，你连病都没有办法诊断，都搞不清楚说到底是药物诊还是红诊还是那个溃疡，你都搞不清楚的话，你怎么有办法做个人化医学？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台湾这篇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台湾本身医疗公共卫生的水准高啊。下面更细节的原因，譬如说第一个原因，我们接近100%的阴性预测值啊，所以这是这个研究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要素，100%的阴性预测值，就是假设是 negative 的话，就放心吃药。这一点大家在想到刚才什么那个乳癌跟那个吃素的关系啊，糖尿病跟肥胖的关系，你在心里面反过来去想这些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你就了解说为什么那些慢性病哦，还没有办法考虑一个人的基因状况对一个人的得病的危险性做很精准的评估。因为1502跟 CBG 所引起的 Stephen Johnson 阴性预测值接近100%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说，你是 negative， 你几乎不要做任何担心，你就去吃药就没关系。这是第一个成功的要件。第二个，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是一个人诊断之后才开始决定可以吃药还是不能吃药。你就想一个人痛得要死了，你说啊，你要等一天等两天告诉你是阳性还阴性。所以这个研究更成功的要件，这个听起来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你在讲临床上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检验试剂3个小时就有结果啊，他发报告再拖也有2天。所以这个也是听起来没有学问，可是这也是个人化医学的基本精神啊！啊，假设你要一个人等个1年半载再说啊，你可以吃药啊，人家老早就痛死了，人家老早就不干了。所以这是这个你要说哦，用药之前的基因筛检来帮助用药之后来决定那个用能不能预防用药之后的过敏反应，这个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要素，一点学问都没有。可是我们只要病人等2天，就可以跟他讲你可以吃，你不能吃，这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要件。第三个。替代用药，假设检查出来说啊你不能吃，那说那怎么办？没办，凉拌，你知道的，家里那个痛，那我干嘛要检查？你还要有一个叫做 alternative medicine， 你要有其他的方法来走啊。你要跟人家讲说，假设你是阳性，假设你要换药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假设一点用都没有，那人家干嘛要做个人化医学啊？所以这些东西听起来没有什么学问，可是就是我们这篇研究展示的说。个人化医学，你真的要做的话，你除了整个大环境要能够配合之外，你要考虑这些看起来没有很大的那个学问，这个就是叫做那个这篇那个编者写的，要一个很适当的叫做 proper clinical setting， 要很适当的临床的配置。这临床的配置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环境公共卫生跟临床的水准能不能配合，以及这个病本身到底跟这个。那个基因的关系有多强，以及刚才提到的这些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这里提到的个人化医学的第三个步骤，就是你走了有了相关基础证据，那你真的要去做的话，你要考虑到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你还要考虑到这个病所引起的其他过敏反应，你红疹啊会怎么办，以及临床的可行性，病人能等吗？哦，2天可以等，2个礼拜大概不能等。以及检验好做吗？就是说我们这个研究我们这个检验啊，你的检验科啊，有时候说啊太复杂了我不想做啊，有时候他给你罢工也说不定啊，你要发展那些检验试剂要好做啊。以及刚才讲的替代方案，到底有没有替代方案啊？假设有了，真的能够才走到个人化医学最后一步。刚才讲 Herceptin 事实上已经透露那个线索，经济学这句话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发表在新感医学期刊嘛，那全世界最好期刊，我们心里面都很得意啊，很骄傲啊。那个我们中研院的公关室哦，那个就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啊，因为这可以大大的那个风光一番呢、啊。啊，结果记者招待会，记者来了，他第二天的报道，第一个媒体就说，这是个人化医学一大突破，哇，这心里很得意啊，因为是让国外的媒体也这样讲。可是大家翻一翻，
你去用 Google 找我的名字，你可以发现我被人家骂得惨了，因为中央社讲了一句话，那句话真的是让我们心情跌到谷底。那句话讲什么？叫做3块钱的药要做3000块的基因筛检，这让我们忽然猛醒，科学家不能够只转科学的事情，你要考虑到经济学啊。CBG 一颗药才3块钱，你要健保，健保现在给付1502的基因筛检了，检查一个1502，健保要给付3000块钱，值得吗？所以个人化医学不能够哇很得意啊，个人化医学独踏独斗就有天下无敌。你要想到，真的一个社会的情形到底能不能接受？因此，我们是当时候当然恨不得把那位中央社的陈小姐把他 K 海 K 一段了、啊。后来事后想，就是因为他让我们想到，个人化医学不能够只有科学研究啊，不能够只有刚才讲了，还要考虑到药物经济学。因此，那我们不是药物经济学的专家，就稍微来算一算说。那到底这几年来 CBZ 在台湾用的情形怎么样？你可以发现，大家看到这几条曲线，蓝深蓝跟浅蓝都是一样，就是你发现从2002年到2008年呢、哦、，CBZ 的用量事实上是下降的。你心里想，那么有效的一颗药，那么便宜，一颗才3块钱的止痛药，那么便宜，这在所有的药当中很便宜，为什么越来越下降？导致那个 Steven Johnson 的发生率事实上是越来越高的，为什么？因为2004年之后，我们刚才不是讲陈院士他们在2004年在有名的 Nature 发表说1502是 CBZ 导致 Steven Johnson 的原因之后，大家不敢开那颗药，所以2004年之后 CBZ 就一直下降。你不要这那个，等于是你不要那个井底之蛙说啊，我有很好的 test， 现在在跟你讲，我根本不要做 test， 我根本换药就好了嘛。你干嘛担心什么1502 past negative？ 你干脆就换一颗药就好。因此就促使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看这里，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们要真的来计算，到底个人化医学真的用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到底对于医疗成本到底它影响有多大？那很好的一点就是说，1502 CBZ Steven Johnson 就是国外教科书一直提到，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因为在癫痫跟三叉神经痛是两种不一样的情况。癫痫哦，目前除了 CBD 之外，还有另外一颗药，就是 Neurontin Gabapentin， 是非常好的一颗药。Gabapentin 是一点 Steven Johnson 都不会 ，CBD 就是你要担心是不是1502。所以，假设一个癫痫的病人，他要吃 CBD 的话，依照现在的标准做法，你要先花。3000块钱去做基因筛检，啊，假设是 negative 的话，你就放心的去吃 CBG。CBG 因为很便宜，一天一颗才3块钱，一年的药费哦是2300块，所以2300加3000，一年的我们不管说，事实上癫痫的病人不能够只看一年，癫痫的病人通常是吃很久啊，所以假设吃 CBG 加上那个1502基因筛检，一年花5300块钱。可是有些人说我干脆换药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冒这个危险？ Neurontin 一颗药11块钱，吃一年要10000块钱，10000比5300哪一个合算？当然这个合算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促使我们很感谢那位陈小姐帮助我们跟大家讲说，虽然你说、啊、3000块钱的要做3000块钱的基因筛检听起来好像很不合理，可是就长远来看，癫痫的病人要吃一辈子的药，即使你换药的话很贵啊。当然我们不否认啊，假设你那个有钱愿意自费，愿意花一年花10000块钱，那是你的事。可是就一个国家的考量的话，2300加3000，而且基因筛检只要做一次嘛，因为我们一辈子到底是不是谁是1502，一做一次就检查的话，那就一辈子的影响。就是癫痫一直吃药2300、2300、2300，啊，这是10000加10000加10000，长期看起来这个还是比较合算呢、啊。这是癫痫的情形，的确，就癫痫的病人来看，虽然癫痫有很好的替代用药，可以不要吃 CBD， 马上换替代用药，可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几种常见的替代用药没有一种比 CBD 来的合算，应该这么讲，没有一种比 CBD 加上基因筛检来的合算。这是癫痫的情形。第二个，
三叉神经痛，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台湾地区有50%的人是因为关节痛、三叉神经痛来吃 CBD， 可是另外的故事产生了。对于三叉神经痛而言 ，CBD 是第一线，而且没有替代用药，不会像刚才那个癫痫还有 gabapentin 可以用，三叉神经痛 CBD 是最好的药，因此没有什么替代方案了。你就要想另外一个方式来想个人化医学，就要想。我预防一个病人要花多少钱，以及我不预防，我让他去放生，我用事后的救济、事后的赔偿，到底要赔多少钱？我们就真的来算，就 CBD 所引起的 Stephen Johnson 发生率大概0.24%，这依照我们刚才实证的资料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假设是1000个病人乘以0.24%的话，一千个是 CBD 的人乘以0.24%的话，大概会有2个 Stephen Johnson。所以1000个吃药的人会有2个 Stephen Johnson， 他1000个人乘以刚才讲做一次筛检要3000块，3000乘以那个1000就是300万，300万除以2个病人，300万除以2就是150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预防一个三叉神经痛吃 CBD 得 Stephen Johnson 的人，你平均预防一个 Stephen Johnson 要花150万。那假设我不预防，那太贵了，我们来赔嘛，我们就这来算算看。依据要害救济基金会 Stephen Johnson 有几种状况，没有后遗症，有的人是很严重的后遗症，眼睛都会瞎掉，那当然有些人会不幸往生，绝大部分 Stephen Johnson 非常严重，可是呢 92% 的人到最后就是皮肤半年之后好了。对于治疗一个 Stephen Johnson， 健保给付40万，那对于那些眼睛瞎掉啊，只有0.2%，健保给付100万。对于不幸往生的那5.26%，台湾地区一个人人命值多少钱？200万。所以你把40万乘以0.29%，100万乘以0.02%，200万乘以0.05%，算起来，平均去赔，你不做任何基因筛检，你平均去赔。一个 Stephen Johnson 的病人，国家要花50万，150万比50万，哪一个比较合算？当然50万合算了、啊。可是这个东西，当我在当年在卫生署那个要害救济基金会，的确有些医疗经济学的老师说，啊，你赔就好嘛，150万比50万，当然这个合算呢、啊。可是那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例子？我想到是大家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例子。砂石车司机宁可把一个人什么撞死，也不愿意把一个人撞得残废，这岂不就是这样子吗？我看你干脆就让发生好，你国家去赔就好了，因为赔只要50万啊，你预防一个要150万，两者也100万啊。因为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因为我们没有计算一个人残废之后，我们没有计算一个人死了之后，他到底一辈子的损失，在目前的医疗经济学是没有公式算的。第二个，我们台湾这个社会真的能够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吗？真的能够容许说，那一旦一件事情发生来赔，然后不来做事先的预防？甚至有些医师讲说，就医疗的准则而言，一件事情可以预防而不去预防是什么？违法的。这就岂不就是可以预防不能够预防？现在那个中研院已经很好的研究说，1502有很好的检查来做1502基因筛检。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到伦理上面是不是很合理，以及社会的负担能力啊？我们真的这个社会真的只在乎150万跟50万的差别？当然啊，我们是一个学者，我们是中央研究院，当初我们怎么可以，我们台湾那么样发达，怎么会在乎100万？可是像陈副院长以前当过卫生署长，他看到这里就不一样。因为什么？每一个病都是这样，你要选择。乳癌也跟你讲说，哦，那个 Herceptin 80万也值得花，那个肺癌也说那个 Elrexa， 你国家健保就是那么多钱，那到底是要把那个有限的资源去治疗 HER2 positive 乳癌病人，还是要来预防一个 CBD 所引起的 Stephen Johnson？ 那就是很难的抉择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答案，这个东西只是促使我们好好的来思考说，个人化医学真的走到最后，你真的要算医疗成本的时候，你国家就要选择说你要把你的资源放在哪里。所以这个 Stephen Johnson 跟那个
1502跟 CBG 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科书的例子。从开始找相关到基础研究，在我们那个新英格兰学杂刊说临床上要怎么做才能够有效，以及最后一个我们忽略被那个记者海 K 的所谓的医疗经济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个人化医学应该怎么做。最后告诉我们就是个人化医学就是以考虑到人跟人的差异，可是这人跟人的差异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刚才提到的1502跟 CBG 所引起的 Stephen Johnson，那是一个很强的三观，是单因子。可是现在我们碰到的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心脏血管疾病，而且是疾病的发生。疾病的治疗很单纯啊，你可以依据不同的病人给不同药。可是发生怎么办？也就是说，我拿那个也是陈副院长的一个研究来讲，就是刚才那篇研究，他们这篇研究有同时的看一个人肝功能好坏，肝功能越差的人，他的那个得肝癌危险性越高，或者是依据刚才讲 C 型肝炎病毒的分型，假设是属于第一种基因型的高，等于是把三个因素加进来，三个因素就刚刚讲病毒量高低，然后肝功能好坏，以及到底 HCV 是属于不好型还是好型，六种情形比刚才一种情形更能精准预估一个人得肝癌的危险性。这就是说对于复杂疾病而言，没有像1502跟 CBG 所引起的 Stephen Johnson， 因为是单病因啊。可是对肝癌而 C 型肝炎引起的肝癌而言，你还要除了你还要考虑到 C 型肝炎的高低之外，你要考虑到肝功能的好坏，你还要考虑到一个人到底 C 型肝炎是属于强跟弱。因此再把这个概念用在我们刚才讲乳癌的治疗，我们刚才讲假设是 HER2 positive 的人可以给他 Herceptin， 这里举的是另外一个例子，假设是 ER positive 的人，刚才不是说可以给两种药吗？一种是 Letrozole， 一个是那个 Tamoxifen。 刚才不是讲 Letrozole 会引起很严重的骨质疏松，那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一个人决定说到底我应该给 Letrozole 还是给 Tamoxifen？ 那我们研究乳癌的人就发现其中一个基因，那个基因就是叫做 CYP2D6。 为什么他吃下去的那颗 Tamoxifen 并不是直接就会去抢位置，而是要借由 CYP2D6 这个基因的活化。因此一个概念就产生，他假设我的 CYP2D6 是属于很强的话，那我赶快去吃 Tamoxifen， 他假设我是很弱的话，哦，干脆就安心的去乖乖的来吃这招。真的长期的追踪看起来，2008年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子，追踪什么到了5年之后，纵轴就是那个乳癌的存活率，你可发现其中有两组存活率最好，最上面的组就是灰色的这条线，就是刚才讲吃 Letrozole 这组存活率最好，这不用我讲，刚才讲可它副作用大啊。可是你有发现其中有另外一组跟它一样好，那组打点的这组就是 Tamoxifen 再加上 CYP2D6 是属于爸爸妈妈都给好型的话，它的存活率几乎跟 Letrozole 一样好。反之哪一组最差，就是 Tamoxifen 或再加上 CYP2D6 都只属于变异型的话，也就是说吃了等于没效啊。所以另外一个刚才讲的你要决定一个病人到底要吃擒贼又擒王还是抢位置这一招，那就先做 CYP2D6 基因筛检啊。假设是阳性的话，你就不要去那个忍受那个很复杂的停经症候群，你吃一个又便宜又有效副作用又小的药。那假设是 CYP2D6 是属于不好的基因型的话，那你乖乖的来吃这些，这也是个人化医学的一个贡献呐。啊，同样的道理，疾病的发生、进展、治疗，从刚才那个肝癌跟 C 型肝炎病毒的例子，或者是那个 Letrozole CYP2D6， 或者是 Tamoxifen 的例子，告诉我们说，生进展治疗要用更多的指标，这些指标有的是那个外界的因素，譬如说到底 C 型肝炎病毒是强型还是弱型，以及自己内部的因素啊，肝功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我的 CYP2D6 是属于强型还是弱型，可以来决定疾病的发生及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治疗。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客制化的个人化医学啊。可是真的要走到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地步哦，我们用这个图一开始给大家看国画，那最后就是来看这个有名的西班牙道画家叫做 Diego Velázquez， 他画的一幅图就是叫做仕女图。什么叫仕女图呢？
他就服侍，就是服侍的侍。他画西班牙的小公主，他旁边有一群侍女，还包括侏儒来逗他笑，还有一只狗来的那个来在他旁边来逗他，做这个西班牙小公主来逗他笑。这些人来服侍他，所以这幅才叫侍女图。那 Diego Velázquez 画的是什么？他画的是，他这里是一个画板 ，Velázquez 甚至还把自己画在里面。他在画谁？人家到最后猜，镜子里面，父王跟母后在这边。他就是说 ，Velázquez 画的这幅图就是父王跟母后站在这前面，他在画他，当然他的那个女儿在旁边无聊，他旁边就是一些侍女来逗他笑，他狗来陪他，侏儒来逗他笑。所以这是 Diego Velázquez 的版本。右边呢就是毕卡索版本，仿 Velázquez 画的侍女图。你说公主在哪里？公主在这里。侏儒呢、大概是这个，狗呢大概是这个。那 Velázquez 呢？这里就有点不太清楚。我用这个来给大家提到1502跟糖尿病，1502跟乳癌，1502跟肺癌的例子。就1502而言，黑白分明，因为就1502而言，关系很强，单基因，人是人，狗是狗。可是对我们一般关心的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的发生而言，毕卡索版本，每一个人的贡献一点点，也就是说，就过去而言，都是一两个大基因，他就决定哦，要东就东，要西就西。可是我们常讲的慢性疾病，是一大堆小喽啰基因共同的组合。你要找大基因对疾病的影响，那就像1502来决定那个 CBG 所引起的 step down， 很好做那个个人化医学，因为单因子啊关系又。可是假设我们讲的慢性疾病是一大堆小喽啰基因的组合的话，那你要检查几个？检查5个够不够？10个够不够？30个够不够？拿我最熟悉的那个乳癌的例子来讲，好处在哪里？好处的就是说，得力于医学家以及那个生物科技学家的进步。他们发展了一些生物晶片，能够进行全基因体的扫描，等于是说以前要检查一个15023小时或3天，啊，现在可是中央研究院的那个叫做国家基因定型中心，它一个早上就可以检查50万个基因位点，那这样子就能够同时的考虑到一大堆小喽啰的影响啊。二方面，以前做起来很贵，那现在呢？现在就是替我们国家基因型做个广告啊。假设全基因体找60万个位置，我们讲全部基因体有30亿，做一个30亿要多少钱？事实上也不贵啊。听说那个郭台铭跟王建民就做了，一个人就是个30万，30万你说贵不贵？那当然贵啊。可是30万能够把你30亿个那个基因位点都重新读一遍，你说贵不贵？不贵啊。还好啊，这30万稍微那个省吃俭用，那个一两年就可以付得住。更何况，假设你做基因定型，一个人只要4000块。什么叫基因定型？就是说，哦，你一部高铁车子，那、你不需要每一个旅客都问他说是不是，你要只要看一个人就好嘛。等于是你可以全部高铁列车来做，你可以看几个代表性的，那只要看几个代表性的话，一个人只要4000块钱，4000块钱，在台湾而言，大概大家都会出得起啊。所以你要一个个人化医学。一方面因为技术的进步，二方面因为那个成本的下降，导致现在找这种小喽啰基因比以前就重要很多。拿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糖尿病的例子，就是刚才大家右上角看到肥胖的越容易得糖尿病，可是在2008年，人家就借由全基因体扫描找到了16个基因位点，结果这个16个基因位点能够在大同当中找到小异。为什么呢？就横轴就是一个人的肥胖指数，越胖的人越容易得糖尿病，你看的确越来越高。可是我们刚才讲基因筛检个人化医学绝对不是说肥胖不重要，照样很重要，越胖的人越容易得糖尿病。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大同当中找到小异，在同样这个肥胖指数之下，再加上16个基因的位点，坏基因数目8个9个10个11个12个，坏基因数目越多，越来危险性越高。所以等于是对于糖尿病的发生，传统的危险因素配合上基因筛检，能够对一个人得糖尿病的危险性做更精准的评估。那刚才我那个陈副院长提到，我实验室就参与这个全世界第一个所谓的全基因体的乳癌筛检，结果呢，找到全基因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就是叫做 FGFR2， 它在全世界不同的实验室
横轴就是所谓的危险性，很全世界不同的实验室，包括我在中央研究院的实验室，就是简称叫做 BCSD， 就是 Breast Cancer Study in Taiwan， 都说这个 FGFR 度假设是不好的基因型的话，它危险性增加 1.3 倍。大家都说它比一高，可是请大家注意哦， 1.3 不是13哦，不是130哦，刚才 Stephen Johnson 是多少？1300多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小喽啰基因呢、啊。越复杂的疾病，你要解释疾病发生的话，就是一大堆小喽啰基因共同的组合。因此，对于这些小喽啰基因如何用在个人化医学，就很多目前不同的争议产生。有些人说啊，因为现在啊技术的进步，我可以进行大技术的进步，成本的下降，我可以以后把这些东西都纳入健保嘛，那这样子就可以负担得起啊。啊，可是有些人可以说啊，这个小喽啰只有一点多倍的话，那到底能有多大的贡献呢？那在我们乳癌，因为是全世界做基因筛检最多的，因此就会想说，能不能把刚才我们进行全基因比赛排名最重要的从第一名什么 HER2 排下来，能够对于疾病做更好的预测呢？它的答案在这里，就是在公元去年，就是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英格兰医学杂志用医学的 model 告诉我们说。假设他用很复杂的统计 model， 我都看不懂啊。他就是说，十个位点，全基因你扫描的十个位点，再加上刚才讲有没有生小孩啊，看看说能不能够预测对一个女生得乳癌的情形，能不能做更好的预测。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蛮悲观的。第一个结论是什么？叫做 Gale 加 SNP 等于 Gale。Gale 就是什么？你去上国健局网站 ，Gale model 就是依据传统的危险因素来评估一个女生到底有多大的几率得乳癌。传统的危险因素加上十个位点的基因筛检所能够的预期性等于 Gale， 那等于是什么？配合基因筛检是一点。就目前为止，假设你只做十个，跟传统危险因素对于女性乳癌的预测没有什么太大帮忙，这是悲观面。乐观面是什么？假设你只做十个位点，你得到的预测性跟 Gale 一样，这个就是乐观面。为什么？大家假设是有做过 Gale 的话，他就问你说，请问你初经几岁了？你就想，哎、欸，我想不，是11岁呢？12岁还是13岁？想不起来。传统的危险因素都要靠回忆，不太准。可是做基因位点的筛检很准啊 ，A 就是 A，B 就是 B 啊。一个用刚才个人化医学的概念，你用一个比较准的方法跟一个比较不太准的方法，两者看起来对危险性的评估是差不多的。可是就目前为止，假设你只做十个的话，大概贡献是非常的有限。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里就是列出全基因体扫描当中，我跟我那些国外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绝大部分都是白人啊，我在这边呢、啊，绝大部分都是那个白人啊，都是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人、啊。我们这个团体对于全世界的乳癌排出前十名，前十名就是从第一名开始，什么 FGFR2 啊，什么什么。那我写红色代表说啊，这十个都很重要。我这个目的不是给大家记这个数字，重点在哪里？假设只看我们亚洲人，就是我们台湾人，这十名当中重要的只有这个前两名。也就是说，个人化医学即使大家做过全基因扫描，不同种族之间还有它的特异性啊，也就是这边提到的，比如说。这里是另外一个乳癌研究联盟，也是邀请我们参加，就是我们亚洲人自己也组了一个亚洲联盟，就发现就找那个上海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南京的朋友、台湾就是我们香港，所发现在六号染色体一个位点特别重要，这就是一嘛，一代表没效，一以上就代表有效。可是你看这个位点在日本人就会一，我们这里是一，然后他们就越靠近一，然后在白人几乎在一的旁边，黑人就猪羊变色。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种族之间同样一个位点的重要性就不一样，因此最后就是这个个人化医学。我们真的要做个人化医学，一方面要有更多实证的证据，就是要有每一个 case 都要考虑到刚才讲的，从第一步什么要找相关基础的证据，临床上能不能做得到，公共卫生是不是能做得到，以及医疗经济学，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想到现在都是小喽啰基因的组合，你再也不要想到说啊，一两个大基因就能够决定疾病的全部。第三点，种族之间有差异造成的影响，就是你要了解小喽啰基因的影响的话，你要很大的样本数啊。
你要了解不同种族的影响，你要不同种族都要做他自己的个人化医学的基本资料。因此最后就是我们中央研究院开始了生物资料库啊，就是在那个陈副院长领导之下，我们院长只是说那我们既然个人化医学是一个未来的趋势，那你既然个人化医学需要很大的样本实证的资料，不同种族有特异性，那我们就建立一个生物资料库，来为等于是帮大家去找这些实证的资料，让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再要来找这些实证的证据，那个多基因的影响的时候，再也不需要再去追踪个五年、十年、二十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央就那个我们院长极力在推动这个所谓的台湾生物资料库以及生物标志，这个现在由陈副院长在领导这个计划。那我今天晚上就耽误到对大家很晚的时间，那就谢谢大家。啊，很谢谢，沈志扬副所长的这一个精彩的演讲啊，他从医学的部分到人文社会经济学的这个整个 involve 到个人化医学哈，时间有点晚，但是我们还容许大家问一两个问题，有没有很今天不问回不了家的问题？来，请。那个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你们已经找到1502跟 SBG 那么就是直接的相关，那为什么在那个阳性预测值里头只有 5.8%？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CBG 现在是用在那个三叉神经痛的唯一的选择药物，那如果经过基因筛选以后结果又发现它是不适用这个药物，可是你说又没有替代的药物，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第二个问题是临床问题，就我那些临床医师的朋友就是说，假设是1502的话，因为三叉神经痛我们开玩笑讲痛可以忍受，他说你忍一忍就够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就三叉神经痛1502 positive 的话事实上是没有药了。那通常大家都会开一些比较不太有效的止痛药，像阿司匹林吃一吃就好了。那这是不是那说没效怎么办？没效两天就过了，那痛就消了。可是癫痫不一样，癫痫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没有替代用药，基因筛检有何用？假设我晓得说那个什么 CIP2D6 对阳性预测值、阴性值那么差，那我干嘛做基因筛检？所以这个没有答案，您讲的一点都没错，没有答案。这个就是促使我们，就很多人讲哇，你科学家拼命发现一大堆基因，可是真的在临床上公共卫生的贡献在哪里？这个很抱歉，我们没有答案。到目前为止，就是那个说忍一忍，或者是用一些看起来不太有效的药就去吃吧，反正痛就是两天。就忍过去了。那回答到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阴性预测值那么高阳性预测值那么低，这个陈副院长这流行病学我们常讲，你筛检工具你等于是你要找到伪阳性还是伪阴性，你希望你的筛检工具能够把阳性跟阴性切得好好的，可是两者之间一定有重叠啊，有些人吃药会没事，有些人吃药会有事，有些人不吃药也会有事，那你到底切点要切在哪里？譬如说什么叫做高血压，你可以定200，你可以定在160，你切160就说啊160是高血压的，你每天都要多运动，你会抓到一大堆不是高血压的高血压。反之假设你高血压切在200，你会 miss 掉很多那个不是是高血压的，不是高血压。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敏感度跟特异度，敏感度跟特异度的高低就是牵涉到我们刚才讲的阳性跟预测值跟预测值，刚才讲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四者事实上是环环相扣的，这回去事实上是很简单，你数学这样把这个总数是不变的情况之下你移来去，那个我相信就会了解为什么了解，这也许陈副院长会更好的回答。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或者在公共卫生上阳性预测值是说哇你可能有我可能去做一个检验看会不会得鼻咽癌，但是呢我如果说 EB 病毒阳性我真的有鼻咽癌的机会可能只有10%，但是这10%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宁愿
跟大家讲说我有鼻咽癌的可能性，有，然后我再去做鼻咽镜的进一步的治疗，让我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诊断，所以阳性预测值低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跟一个人讲说你绝对没有鼻咽癌，你绝对不可以说他后来又得鼻咽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选阴性预测值很高但是阳性预测值不太高，因为我们还有进一步诊断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啦齁。那这个我想这个我们等一下也许可以再来试下再来谈一下。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啊？对，没有，后面还有一位小姐来请。不好意思，请教副所长，那个这是坊间的一个一般的妇女所有的困扰，就是说大部分一个女生在停经以后，那有两种，有的妇科医生会建议她说吃荷尔蒙，那有的医生又建议说不可以吃荷尔蒙，那建议不吃荷尔蒙，他们的理由是说吃了可能会得乳癌。对，那最早以前因为你吃荷尔蒙的人啊，他们通常都会到最后就会造成那个子宫内膜增生，那子宫内膜增生呢，那以前的医生就用的方法就是说做一个刮子宫的动作然后就 OK 了，所以以前医生也说吃了有可能会子宫癌，那现在又说是乳癌，这个两个有什么关系，请教一下。我们从这不没有很复杂的学问，刚才讲荷尔蒙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促使乳房增生嘛。可是荷尔蒙的另外一个角色，假设荷尔蒙真的那么不好的话，那我们老早就不要荷尔蒙。为什么荷尔蒙控制体温，预防骨质疏松？一个人停经之后为什么会发烧、脸部潮红？为什么停经之后要吃那个所谓的荷尔蒙替代疗法 HRT？ 因为有些人停经症候群，刚才讲的恶心、呕吐、潮红，很难受嘛。所以站在妇产科的观点来说，那你就补回来嘛。可是补回来，从刚才的基准来看，就很容易促使细胞增生会得乳癌，因此同样的个人化医学的概念就产生了，到底谁吃的会恰如其分，会刚刚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因人而异。 HRT 的话，有些人吃的是长很快，有些人是恰巧长到那个20不会得乳癌，可是可以预防一个人那个字，还有很多研究的观点。那就食物面而言，现在你问外科医师跟妇产科医师的观点都会不一样，因为实际来看，这种荷尔蒙替代疗法得乳癌的危险性是比没有吃多 1.3 倍，等于是 1.3 比1多 0.3， 那妇产科一定跟你讲二手烟是两倍多得乳癌，常常讲你先生抽烟你都不怕了，你还怕什么那个 HRT 会得乳癌？这所以这那外科医生就讲说，哇，那么重要危险因子你还敢吃啊？所以外科医师跟妇产科医师的观点就不一样。那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我们科学家在努力。所以结论还是不吃为妙，是不是？不吃为妙，从基转上来看不吃为妙。可是啊，有些人就是很不舒服啊，那怎么办？那外那个妇产科医师说你吃一吃吧，那就多检查几次嘛。就是人家是两年做一次摄影，你现在半年做一次。啊，更何况有些人也许是乳房在还没有吃以前就有钙化点，就刚才的话，那你就最好不要吃，因为你是属于高危险群。那个就是个人化医学的概念就导进来了。那我们就希望再做一些基因的检查，发现说谁吃是会刚刚好的，那就是我们科学家还努力不够的地方。那也是相关的一个接在后面，就是说荷尔蒙本身呢、啊，在女生停经以后，它会增加你的就是吃那个荷尔蒙的话。会增加你的荷尔蒙的产生嘛，对不对？那荷尔蒙等于说一个人体的一个电源一样的，你必须要有这个荷尔蒙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很多东西运作比较正常。是，所以说起来是好的。那有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一个女生在停经以后，她吃过一段时间的荷尔蒙也没有什么事，那后来他觉得很烦了，就懒得吃了。懒得吃了，再过了十年，他又觉得，有产生那个以前停机的那个状况，比如说，心跳有一点不整啊，或者有潮红啊，或者睡眠不好什么之类，
这种时候他是不是还可以再去吃荷尔蒙？当然可以，所以这个也是用 同样医那个个人化医学概念，我们就比两组嘛，一组是停经之后会潮红的，一组是停经之后不会潮红的，来比来做，花四千块钱做全基因体扫描来看潮红的基因在哪里啊，那就可以决定说谁应该吃谁不应该吃。所以很多这种我们今天讲的概念事实上是都很简单，我们那个借由成本的下降，技术的进步，很多以前那个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能够做更好的预测，这是我们医学家努力的地方。那就是说还是要因人而异，是因人而异，就是有状况的人就可以吃。对，那现在只是说吃番茄好不好，当然好，那要吃5颗还是10颗还是1颗，每一个人不一样啊，那科学家就希望把那个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基因找出来啊。 OK， 谢谢。全基因的定序哦，大概再隔个3-5年就从30万降到3万块、哦、现在科技进步很快，那未来呢就像沈副所长讲的，其实他强调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当这一个基因的影响度很少的时候，大部分的疾病都是基因跟环境互动的影响，比如说吃胆固醇含量很高的，可是我的胆固醇的代谢的基因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互动就很重要。我有坏的基因，举个例子，我以前做说啊，如果一个人他吃了黄曲毒素会得肝癌，但是如果他有一个很好的解毒基因叫做 GSTM1T1 的话，他黄曲毒素再多他都解毒掉了，他都不会得肝癌，这种人就天赋异禀，他怎么吃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的基因不好，那没有办法解毒的话，那请你就不要吃含有黄曲毒素的东西。所以未来呢就更多的是环境跟基因的交互作用的影响。那刚才你讲的荷尔蒙的因素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荷尔蒙进入人体里面，它在不同的女性，她因为不同的基因，她的那一个停经症候群的表现也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越来越了解，那我们就能够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他荷尔蒙应该吃多少，应该在什么阶段吃啊？如果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碰到什么，又该在什么阶段吃？那如果到那个时候的话，那医学就给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嘛，哈、哦！所以让大家，期待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能够对自己更了解，对环境也更了解，这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哦，我想我们就先谢谢沈副所长，那他等一下会留下来啊、还有一些私人的问题要问的话也可以了哈、哦。好，那我们再次鼓掌，谢谢他，谢谢。